那库列巴当怎么讲啊？就乌方非常重视中方的意见，然后乌方也支持大陆在台湾立场上的立场，坚持一个中国政策，到中国来，这句话是必须的嘛。那中国作为全球和平力量发挥重要的作用等等。你记不记得在今年瑞士峰会的时候，泽伦很罕见的批评了中国？好，这是开战以来第一次。但是现在呢，好像口风整个大转弯。之前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教宗也呼吁乌克兰要有举白旗的勇气？当时库列巴说，我们的国旗是蓝色、黄色，不是白色啊，强硬的要命。那现在整个大转弯喽，因为你看到哈，7月19号，川普跟泽伦通了个电话，7月23号，泽伦想来想去想了几天，马上在 Telegram 上一个表态，我们必须要尽快结束战争，以免使人失去生命。他再也不讲要什么领土完整那些，只说要赶快结束战争。所以是不是川普的政治意图大家都知道嘛？是不是川普在电话当中让泽伦觉得绝望，所以必须赶快求助中国去止损哦？是不是如此？好，那这是中方跟乌方的态度。那俄方呢？克宫立刻发表回应哦。第一个，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。然后呢，基辅如果真想谈，你要解除立法禁令。原来基辅有个法律禁令，不可以跟俄罗斯谈，有这样的一条法律哎。所以你法律禁令不解除的话，那怎么谈呢？还有一个就是，请问一下泽伦的合法性呢？他总统任期已经结束啦，那你还能代表乌克兰来谈吗？所以法律上的问题是不是要先解除哦？所以克宫提到了这两个非常基础的问题，所以说在谈判上对乌克兰没有信任。所以就想到了王毅讲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。在此同时，乌方自己丢出了一个乌克兰的民调，30%乌克兰民众愿意割地换和平。所以加在一起，哎，聪明的苑老师，你嗅到了什么不寻常的味道？我顺着你的话就讲，这里头的很明显。好。非常明显是泽连斯基拉不下脸来，叫库列巴到中国来问一下有没有可能解决目前的困难。目前乌克兰面对的困难有3项，第一个，拜登不行了，拜登现在的话呢，讲说我自己都管不了了啊，然后你这个事儿我就管到一半就算了，撒手了。第二件事情的话呢，那个川普呢讲的办法呢。本来大家对于他24小时内解决战争有兴趣，现在已经知道了，他基本上就是叫乌克兰割地赔款。然后同时呢，为了要表现出他的所作所为，他的副总统范斯讲得更明白啊，比川普还明白，就是我们根本一开始做的每件事都错的，是钱也错的，人也错的，想法也是错误的啊，讲的完全是个大错误。我说句良心话，我还没看到过美国的副总统候选人这么否定现任的总统，都没见过这种事情。然后第3点的话呢，就是你看普遍之下哈，因为泽连斯基在瑞士召开了所谓的和平峰会当中讲的话非常狠毒啊，说中国基本上就是帮助俄罗斯的，哪里有资格来谈什么啊？好了，现在对中国来讲，这个库列巴给他的面子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中国主动邀请你，但是对不起，不是到北京，是到广州。它广州原来都是一个生产中心，你应该去买点小零件啊这种东西的地方。结果你现在来谈你国家的未来，库列巴目前做这个动作来讲的话呢，如果说泽连斯基的任期有问题，他就有问题。哎，就是他们是一体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的话呢，他原来是强硬派，现在这个强硬派如果没有美国支持，他也撑不下去。还有一点，其实说句良心话。这个打了这么2年多的战争，俄罗斯也死几十万人，乌克兰死的大概更多，征兵都征不到了，现在眼看再搞下去，他也搞不下去。那乌克兰自己有很多人，基本上的话呢，他们说这个不能再打，再打国家都打烂了，啥都没有了。目前为止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判断，就是中国现在以他的外交实力，中国的外交实力展现的第一个。他在整个世界上讲话，尤其是所谓的亚非拉国家里面维持世界和平讲的话算得上。第二个，我说句良心话，俄罗斯现在愿意听中国的话，根本不愿意听其他国家的话，因为基本上就没有了啊。现在俄罗斯跟中国的话呢，所谓的背靠背、无上限的外交关系，主要讲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也讲话，我可能会听一听。其他以俄罗斯的传统，大家读了历史当中，俄罗斯从来没有听过人家的话，都是他打人家。从来没听过。然后第三点，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，中国愿意当这个和事佬，是对于自己有一个精细的打算，因为大家了解，因为美国实际上真的要找的对手是找中国。你现在的话呢，一方面的话呢搞巴勒斯坦问题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；另外一方面搞了俄乌之间冲突解决的问题。那如果说美国这两个部分都解决的话，那剩下的中国可能就有麻烦。所以他现在及早参与，做事前的规划，对于自己是有好处。所以说是一个三赢的策略，但是话说回来，这里面绝对输的那当然是乌克兰了，因为乌克兰现在打成这个样子，啊，俄罗斯现在发狠了，越来越打越凶，他现在胜券在握，绝对不会客气。以前我们常常在讲，战场上得不到的，你休想在谈判桌子上得到；但战场上得到的话呢，就是你占领的你不会放的，跟以色列是一样，以色列就这个道理。对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拉到广州谈啊，这个王毅的这个新闻稿其实蛮长的，但是这句话大家就知道了，条件时机还不成熟啊。当然，这个中方是一个这个提供这个场地的一个合适佬嘛。你要相信我们。对，那如果说是俄方不愿意，俄方态度表明的这么白啊，那中方当然是尊重嘛。普京现在搞不好要的是投降。对，投降。他搞不好就不是说是割地，你哪有款赔啊？对对对对。但是我要的是你投降不得了哦，对不对？投降对美国来讲，然后欧洲影响太大。他只要一投降，俄罗斯的目的，你投降之后，我瓦解你北约组织。哇！整个乌克兰变成内陆国家了，整个黑海他站回来了。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乌克兰，我觉得乌克兰也是可怜巴巴的，库列巴。乌克兰的这个外长不是突然之间出现在大陆吗？好，大陆外交部发文是王毅邀请，讲完第二天就到了哦，然后4天3夜，我跟大家讲一下。今天下午跟季大使，世界越来越鲁豫，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琢磨在这个部分。季大使讲得非常的完整啊，请大家上去这个补充一下自己的知识讯息，然后记得帮我按个赞。那他访华4天3夜，第一个时间很长啊，中方邀请23号到26号。那从外交上来看，一个外长啊单独访问一个国家。哦，那这是库列巴冲突之后的外访最长的时间，而且访问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待这么久，外交上也很罕见。第二个，两个人一谈，广州会谈谈了3个多小时，乌克兰的这个代表团也说超出他们的预期。然后不在北京，在广州啊，那通常这个国外的贵宾啊、领袖到了广州、到了上海等等，都会安排一些参访行程嘛，华为啊、大疆啊、比亚迪啊等等，目前是没有看到，所以在广州，然后又4天3夜这么长，透露着一些不寻常，所以我们就来看哦，在这个广州会谈里面，其实牵涉到的有乌方、有中方，还有俄方嘛，对不对？那中方怎么讲呢？哈，中国外交部发新闻稿，王毅怎么说？他说，近期内乌俄双方不同程度的都发出了愿意谈判的讯号，虽然。条件时机还不成熟，但我们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。重点，条件时机不成熟，这话讲得很白耶啊！条件时机不成熟，这个会不会库列巴还有泽伦一听到这里心就凉一半呢？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，其实是气色好，肌肤保湿做得好，气色自然漂亮。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，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，类似于玻尿酸，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，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，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，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。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，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、好气色。呵护您，呵护全家人，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。